下一个就是有关于一个化学平衡的重要原理，叫做勒沙特勒原理，勒沙特勒，勒沙特勒，随便的。就是说，如果我现在已经达到平衡，但是你改变了一个条件，那么反应就会朝抵消改变的方向进行。抵消的，这很正常，因为不这样做就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。然后达到一直，然后重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。我的背的方法叫做取有余，补不足，取有余，补不足。A 加 B 会变成 C 加 Z。如果现在平衡了，但是你增加了 A，A 变多，对不对？多了就往少的送，取有余，补不足，多的往少的送 ，OK。那我也可以减少 C 或减少 Z， 减少 A， 就多的就往少的送，所以多的就送去少的，少的就跟不够多的那一样。所以取有余，补不足，多的送给少的，少的跟多的要 ，OK， 可以吗？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例子。好，在平衡的系统增加或者是减少东西的量，反应会朝哪边进行？我如果增加 A， 就朝减少 A 的方向进行；我如果减少 A， 就朝增加 A 的方向进行。比如说。硫酸铜，有水硫酸铜跟无水硫酸铜，有水硫酸铜蓝色，无水硫酸铜白色。请问你，如果这个反应里面我加水，反应向哪边进行？我要你回答向左或向右。有的考卷问题是问说正反应增加还是逆反应增加，现在我要你回答我向左还是向右。我加水，反应会向左还是向右进行？帅哥美女 ，eleven， 十一号，向左进行，请坐下。答案向左。那颜色怎么变？从什么颜色变什么颜色？这个很简单吗？好了，十一号继续问你好了，反正这个同一题，起立，同一题吗？很简单，直接看就好了，起立。白色变蓝色。白色变蓝色，请坐。如果你是看反应，就是向左白变蓝，你用以前背的有水硫酸铜是蓝色嘛，加水就有水硫酸铜嘛，就蓝色嘛，很简单。那如果我减少水呢，烤一烤，把水烤掉呢，反应向哪边进行？颜色从啥颜色变成啥颜色？啊，这个应该很简单嘛，刚才那个会这就会了嘛，就没有问题了。我们找一位帅哥男。有帅哥男吗？二九，起立，起立，站起来发呆，面对微笑。南山大丈夫说不会就不会，啊，坐，真是这么简单也可以不会。我们的水变少了，右边变少，对不对？就会朝右边进行嘛，抵消反应，少跟别人要嘛，多了送人家嘛，取有余补不足嘛，所以颜色从颜色，就蓝色变成白色，烤一烤嘛，水去掉嘛，无水的话成白色嘛，正常以前背过嘛 ，OK， 好来，我等一下会教一堆方程式，那些方程式都有颜色，你全部都要给我背好，全部都要背，有些考卷上。题目就已经把颜色告诉你了，可是有些考卷上题目的颜色是没有告诉你的，你自己要会背。所以我等一下所有的东西都给我背好，颜色都要给我记好，待会教的东西全部都要记住 ，OK 吗 ？OK。